我们现在到了扬州了，到扬州的话想先带大白去打一下狂犬疫苗，大白那个针每年都要打的，到期了，免得我们到时出发了在路上不方便。拜拜，带你去打针了，怕不怕？还笑着呢。到扬州又要见这个大哎呦，大白，大白，哎呦，你们好，大白又兴奋了哈，坐好，哎呦，开心哦，又多久不见了是吧？快快快，好好，不激动，开车呢，开车呢，开车呢，哎呦，大白看到老朋友又兴奋的，有没有宠物医院？宠物医院啊，带他去打个针。宠物医院这边附近就有。哎，好了，阿伟，别兴奋。宠物医院，你看我们那边好像也有宠物医院。有。快快快快快快。等等，哎呦，别兴奋，别兴奋啊，别兴奋啊！大白，让他躺到下面去吧，太兴奋了，躺这里不准动啊！这是扬州的万福大桥啊，也是扬州最美的桥，最美的大桥，看一下，挺有特色的，嗯，古色古香。等等，哎，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呦呦呦！哟哟，别跑！打针了，不是洗澡，不洗啊，不洗了。快快快！哎呦，看到宠物医院又要想跑了，又不走了。你抱得动它吗？小心点，别这样抱它。哥哥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走了。不怕不怕。哥，那宠物医院门口又这样子了。哎呀，不怕不怕不怕啊！哇！抱它吧，抱它吧，不怕，不怕呀！等下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？打完针给你买糖吃哦，好不好？买吃的，你看他发抖了，他怎么那么怕？你看他发抖了，发抖了。哎、狗他是不是知道啊？你看他全身发抖了，嗯、哎呦，不知道那个，好激动啊！不知道那个宠物店对他做过什么？别尿了你！好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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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打一个针。为什么狗都这样啊？他没有，他小时候不知道，可能有阴影。哎、你洗洗澡不是可以吗？有阴影了。哎，阿伯，快！不怕，等一下给他买个吃的吧。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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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抖，买好吃的喽。买好吃的，吃好吃的。算你好了，又抱着你走。哎呦，我的天！不要这样子啊、哦，不怕的，这是有多大的阴影哦。哎呦，乖乖。乖，不怕啊，不怕。进来就不用怕了。进来好。我们这小鸭下来了。哎呀，抱紧。来，进来就好了嘛。哎，坐下。对。哎，这么乖，哇、哦，73斤。74斤。来，看看你吓的啊！那进来不就不怕了吗？对吧？对，不怕呀啊！嗯，进来就无所谓了，是吧？给你拿个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这里没有好吃的。因为大白这个刚说吓尿了都。哎，好吃的，看看有没有好吃的。有好吃的。来，给你拿的这个，哎，等下打完再吃啊、哦。嘿嘿，快来，快来。犬瘟腺病毒副流感细小啊，多段螺旋体不都有吗？啊，太小了，都没仔细看过。都有的，都有的。就打完以后，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些东西了。对对对，而且你打的是 V8，可能免疫会更好一点。嗯 ，V8要好一点。对，是进口的吗？进口的。犬瘟不会有啊？犬瘟预防。小鼻子。大白，过来。打一个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。大家跑哦。哎呀，跑吧，拿到吃的就跑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打完针再跑吧。打一打啊！来，手扶着啊！扶着他、哦，别让他挣扎了。哎呦，一下子就打完了。这两针一共啊！哎呦，骨头都掉了！真的吗？骨头就掉了啊！哦，掉骨头，骨头，骨头。上针，上针，上针。好了是吧？两针。不痛的，是不是？笑死了。微信。你看你两针下去，200块钱又没了。为他好。为他好。好嘞，打完了。宠物疫苗注射针。我没抓到。
好了，走了，哎呦，立马要跑了，要跑了，要跑，要跑，走喽，赶紧跑。他们说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到朋友这里了，他这里房子也是刚装修好不久啊，刚通完风了哈。嗯。现在就没什么味道了，哎呦，这新装修的房子还是可以的。大白就往想往厨房跑，你看他。天哪！还是我的路呢。嗯，朋友是做厨师的，然后他在厨房里面，还是什么？特别啊。对。还烤箱是不是？蒸箱。蒸。这是蒸箱。蒸箱啊，我以为是烤箱嘞。蒸烤的可以吧？不可以。嗯，不可以啊，就蒸东西的。这出去就出去了，蒸箱。那是一般蒸什么？蒸啥都可以啊。蒸啥？炖汤啊，炖个鸡，蒸个鸡蛋啊。蒸个鸡蛋，这样子搞。不想说你啊。上次就有很多人说我和他长得像啊，身材像。其实有很多人都说过，你看，我说我和他怎么可能像呢？来，你看你们，你看两身都是黑衣服，身材像。哎，发型也有点啊。发型怎么会的？嗯。朋友的饭做好了啊！哇塞，不愧是大厨啊，精致啊，有没有？西兰花，对吧？四菜一汤。是不是有没有、嗯？这个就是扬州的老鹅。扬州老鹅是吧？嗯。扬州老鹅。大白，哇，我们已经消灭的干干净净啊！这次轮到大白了。嗯。大白早已经饥渴难耐了啊！看看大白的晚饭。嗯，这是出自五星大厨之手啊！这鸡胸肉是对吧？你看，比我们煮的要好得多啊！哎呦，你看花，你看，哎，好嫩的哈、哦！这个鸡胸肉就很嫩。你看我们煮的那个就是柴柴的，我自己都吃不下。嗯，这是嫩嫩的，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个？可以吃，很干净的。哇，你们俩要偷吃大白的肉？好吃呢，嫩呢，嫩呢。你弄一个，来一起弄一个来，干。先偷吃大白的肉，大白凶了没？偷吃有肉了。啊！哎呦，真挺嫩的，要咋个嫩？这难吃，嫩的，嫩滑，嫩的。滑，比我煮的鸡胸肉好吃太多了。搞点液点进去吃吧。是吧？一点点不柴哈、哦，我不跟阿白抢吃的。对呀、啊。不抢阿白的，阿白他。嗯。都干净了。看你们，阿白都等不及了，来，再给他加一点这个豆腐汤。哇，阿白。狗子能吃豆腐吗？豆腐没事，豆腐没事，这个没有放什么油盐，哎，不要给它姜。嗯，不，就给他搞点。对，搞做拍呀，拍呀。熟悉的味道。哇，起，起，好，坐，不动啊。不能动。时间。来吧，吃。吃吧，吃吧，可以吃了。哎呀，你干嘛不敢吃啊？哎呀，慢点吃哦。